一幅书法作品揭开一段科考传奇，当初几元钱买的藏品现在价值几何。我那天也记事了，不多，倒是几块钱吧。网上76元钱包邮宋代瓷盘是笑话还是捡漏？看行家教你辨识真伪，听专家讲述文史知识，敬请关注一锤定音。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一锤定音，我是主持人朱毅。首先掌声欢迎今天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敬荣先生，欢迎金运昌先生，欢迎杨宝杰先生，欢迎三位。为大家特别介绍为本场获胜者提供奖品的艺术家，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福建省陶瓷艺术大师郑建中先生。郑先生你好。郑建中，一位80后的陶瓷艺人，出生于千年瓷都德化，自小盘泥烧窑，师从仿古大师施明良，应用传统瓷塑手法，结合现代艺术审美情趣，把传统庄严神圣的佛像以温和优雅放松的姿态展示众人面前，将禅意佛理具化到佛像的姿态形象，并进行创造性的表现，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引来众多藏家关注，是新一代德化匠人对传统艺术继承和创新的代表人物。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这件奖品，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请。哎，我这件作品呢叫佛业，那它的姿态呢比较放松自然，显得比较亲民。这个您用了多长时间制作出来？这个用了1个多月。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好，谢谢您，谢谢。我们欢迎著名演员王月波先生。王月波自幼学习评书、相声等多门曲艺艺术，连丽如夫妇之一子，现为全总文工团说唱演员，播讲过《聊斋》《隋唐》《雍正剑侠图》《侠义英雄传》等多部评书，深受听众喜爱。欢迎著名演员孙嘉欣小姐。孙嘉欣，我国第一个儿童歌星，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的孩子所听到的动画片主题歌基本都出自于孙嘉欣的演唱，黑猫警长、蓝精灵、小草、花仙子、火星叔叔马丁等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是家喻户晓的小童星。长大后的孙嘉欣从台前转到了幕后，成为铁路文工团的一名演员。欢迎各位高参，来自各行各业的这个喜欢收藏、喜欢文玩的朋友。好，今天呢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关注一锤定音官方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跟现场嘉宾同步来答题，测试一下自己在文玩方面的造诣。接下来第一组宝物，请看短片。此联是清末民国时期书画家三多写的一幅隶书联，长175厘米，宽45厘米，字体端庄质朴，比例苍劲有力，装裱完整，品相一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民间藏品，藏家估价10万元。这是一幅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榜眼朱汝珍的书法作品，字迹书写清新雅致，布局合理得当，行书疏淡和平，娴静爽利，陈旧的纸张、干裂的墨迹，正是岁月流逝的痕迹，此藏品殊为难得。同时代的两位书法家的作品，哪件才是真迹呢？好，谢谢各位。第一组是书画，那么两件宝物分别号称是三多隶书七言联和朱汝珍书法，其中有一件的描述不准确，请二位上前观看，有请。我们也请10位高参现在就做出选择，各位如果认为三多隶书七言联描述正确选一，如果认为朱汝珍书法正确选二。请金运昌先生介绍一下两位作者，金老师请。
这两位作者都是晚清的文官大员，啊，朱汝珍官大一些，郑一品，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啊，那么他的馆阁体楷书，应当是什么水平？大家心里有数。三多，这是一个蒙古人，二品大员，啊，他的本名蒙古名字叫三多哥，授业于国学大师于越于曲原，所以学问非常好。写的字跟于曲原先生可以说差不多，水平几乎等同，样子也非常接近，啊，那么这是这么一位蒙古族的大知识分子。好，谢谢金老师的介绍，谢谢。来，王岳波先生，您先选一位高参发言。等会儿我看看，我想听听有列无行，因为这四个字我没看懂。来，四号杜学义。我主要说的是朱汝珍这幅作品。哦，一般的写楷书都是横有行，竖有列，但是这个你看，横向啊，字与字之间没有关系，就是竖着有列，横着没行，不分。一个算是大楷的字儿，写成这种格局，我感觉就很不舒服。咱们写字讲究有墨色的浓淡变化，必定真正的一个大书家，蘸一次墨写到最后，等墨枯了再蘸墨。他这个好像一个字一蘸墨，就体现出来他这个应该好像有问题。也瞄着来的是吧？对，所以我感觉应该不对。好，来，孙嘉兴，你选一位高参发言。来，我想选那个灰。灰啊，好，十号高参张倩文小姐。这个朱汝珍的这幅字呢，要比三多的纸质要看起来老，但是上面的墨色却比三多的颜色要深，啊，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真的，朱汝珍的不是真的。朱汝珍的不是真的啊。好，来六号。书法首先要讲究力道，然后我觉得这个三多哥的这个字呢，非常的规整，但是就是起笔跟收笔，我并没有看到力的走向，所以我觉得它无筋无骨。反而是那个，我觉得这个朱汝珍的，虽然说他们说什么横列之类的，什么不太规整，但我觉得他每一笔的这个外秀内刚，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选择是偏向这边朱汝珍的，是为真迹。好，来八号说一下。我主要是看那个三多的那幅对联，就感觉没有那个隶书的味道，没有隶书的味道。说隶书不像隶书。对对对，不像隶书。就有点像小孩写大字的感觉。王岳波老师，您觉得看哪个不错呀？我看这个朱汝珍的不错啊。为什么呢？朱汝珍因为这有上款，写后府仁兄衙主，知道吧？他就说他是给别人写的，但我没考证这个后府这位先生是不是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啊。就说他，你要做假的人吧，我这么想啊，啊，他能够知道朱汝珍是榜眼，但他不能凭空想出一个某某后府先生来，哎，或者说他在哪儿看过一幅朱汝珍给后府先生写的字，那么他有那幅字了呢，他再仿一幅这个字呢，就更显他这假了，就没有必要把这个抄上去，没有必要，对，啊，对，就是说我就光仿一个朱汝珍就可以了，至于朱汝珍给谁写的没必要，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我倒没瞧出不好嘞，反正这既然像真的呢，那可能就有点问题哦，是不是？排除法，排除了一下。王先生说的啊，好像头头是道啊。金小姐，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我选择三多这幅字，为什么？理由是什么？因为我直觉，我刚才看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倾向于朱汝珍这幅，然后是因为我确实不太懂这个。所以我直觉选哪个就肯定是错的，所以我就选了三多这幅。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高人来这个帮一下忙啊。对，我们这现场有一位高人啊，开场说完话半天没说话了，大师，您觉得哪个对啊？因为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三多这对字呢，里面你得画两个字。哦，百年道德都清化，德化，德化，这还真不错。哎呀，您应该把这幅字请回去。对，说实在，甭管它是真的假的，你愣告诉三多给您这德化词写的。
哎，他这理由很说得过去，而且这下联也好，万里江山送太平，都不错，真是，这两位，如果你们认为三多隶书七言联这个描述没问题，选一；如果认为朱汝珍书法这个说法是对的，请选二。请，好，二位都选完了，我们来看一看十位高参之前的选择，请看。旗鼓相当，5-5。我们来看看两位明星刚才的选择，请看。1-1。好，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金运昌先生宣布，第一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符合事实的是三多隶书七言联，恭喜孙嘉兴，加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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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张朱汝珍书法的破绽在哪里？我们请金运昌先生为我们讲。这个馆阁体楷书，从布局上最根本的，就必须要达到的，就是要这个有行有列。这张字远远的看上去，你可能看不见它的这个用笔如何，时转如何，但是呢，你的行列是看得很清楚的，行不直，列不齐，对吧？哎，这就是硬伤。这老爷子就是说写的最后啊，写的再写不动了，他也不会说写不直。你看启功先生就是馆阁体的底子，他还没参加过科考，但是呢，他小时候练过这个白折子小楷，这个多老的时候，哎呀，写的那字啊，简直就要拉不动笔了。但是他那一行啊，就跟线儿拉的似的，那么直。所以呢，这是一个馆阁体楷书的基本要求。这个朱汝珍先生啊，早年就是在晚清民国初年的时候，他的书法啊可是一个热名头，他是最后一班的进士，所以呢，大家就争相购买最后一科的这个前四名，哎，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传炉，把他们这四个人的楷书凑成一个四条屏，啊，那是当年北京最高级最时尚的这个摆设啊，就是刘春霖第一名，第二名朱汝珍，第三名商衍流，第四名张启厚。所以呢，您看现在拍卖上还经常有他们几位的字，就是当时需要量特别大。哎，所以呢，造假造的也多啊，哎，就是这么回事，有很高的高仿，也有像这样的不入流的低仿。谢谢金老师，谢谢。朱汝珍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榜眼，也就是第二名。一直以来，民间都有关于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一个传说，听起来颇为传奇。当年科考，主考官在阅评完所有考生的试卷后，排好名次，呈送给慈禧太后签订。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朱汝珍的试卷，看到朱汝珍的籍贯为广东时，心中陡然一惊。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等都来自于广东，而且朱汝珍名中的珍字又让老佛爷想起被其逼死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珍妃。同时，慈禧看到榜眼刘春霖这个名字，他认为此名有吉祥之兆，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当年恰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于是老佛爷大笔一圈，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改成了头名状元，朱汝珍只好取去榜眼。至此，朱汝珍由于姓名和籍贯的缘故，错失状元的故事，成为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一段奇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这幅真迹的
当前价值。我们请上宝主，来自辽宁的张新民，有请。张先生您好，您好，有请有请。哎，您好，请。主持人好，专家老师好，嘉宾和各位高官好。那看来您的水平相当不错。这不是我的水平不错，这是我父亲喜欢书法，全是家里留下的。他在60年代初在北京买的。哦，全是那会儿在北京买的。对， 对， 对，包括这个也是。都是。60年代初花了多少钱，您知道吗？我那前也记事儿了，不多，都是几块钱吧。几块钱。一般不超过10块钱大概。哦。因为那前一个人工资才几十元。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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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贵了也买不起，你要买出去一个月工资了，还吃不吃饭了？这个您觉得现在能值多少钱？10多万吧。为什么呢？理由是什么？三多的他是虽然是蒙古族，但是他出生在浙江。嗯。出生在浙江，他任过杭州知府什么的，当了不少官，他也写了不少诗。见过他其他的作品在市面上流通吗？我没见过。还没有见过啊。好，那您觉得现在值10来万是吧？好，这个我们可以由高参来探讨一下，10万左右。我们来看一看各位高参的意见，听一下5号的意见，李小准。第一印象也是，心理价位给的是10万，然后，我觉得自己估价的话会在12万左右，因为他这个写的这个语言比较百年道德。都清化，万里江山送太平，这个语言特别好，所以我又为他加了2分。啊，就是10万是必须的，然后又觉得词儿特别好，词特别好，这个比较，如果拍卖的话，大家都会喜欢。来，3号，果福君先生，我认为他这个一副联吧，他总归他有一个年代，现在完了还。人都不在了吗？这个就有升值价值了。啊，有升值价值了，我认为现在市面上也看不到的，所以我认为它得在20万以上。明白明白。好，听一下9号的意见，郭安先生。他这个字我觉得还是在3万块钱左右吧，我觉得是，因为他从他那个写的字啊，他的那个按道理说那个隶书他是蚕头云燕是吧？但这个他没有达到那个蚕头云燕的那个一个标准。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从那个中国的那个传统书法文化来说还是差一些，蚕头燕尾嘛，是不是？蚕头燕尾就是没蚕头没燕尾，这还叫什么隶书啊？就从隶书这角度我给你扣钱。好了，高参发表完意见了，王岳波老师。我估计得10万往上，就不止10万是吧？对，不止10万，因为这有买家就好办了。就是我们已经市场已经看出来了，已经看透看出是有市场了。哎，有人要争了，现在。对，咱这节目一播出去，就大师不要德化瓷那边肯定派人来。没错啊，德化贵得来人收这幅字来。哎，所以您可以借着这机会抬抬价，您。谢谢。孙家兴，你觉得呢？我不知道，我就按照。这位老先生他自己估的这个价钱吧，10万左右，可以是吧？来，两位请输入你们认为三多隶书七言联合理的市场价格，请。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看孙嘉兴给出的估价，108863元。我们看王岳波给出的估价是，好啊，18万8888元。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对这件三多隶书七言联给出的市场估价是，这我肯定没戏，15万元，更接近的是王岳波，王岳波加1分，恭喜你。好。我就翻那个了吧？啊，不，你加1分，咱俩刚平。哦，刚平。咱俩刚平。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那么三多这位作者的作品目前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啊，我们请教金运昌先生，金先生请。三多呢，实际上是一位，晚清民国时期很著名的蒙古族的知识分子。蒙古族里边书法家比较少，出了这么一位三多，啊，实际上在晚清民国时期呢，非常著名，大家非常推崇，对他的书法非常认可，
啊。刚才有人说了，这个隶书怎么不像隶书呢？实际上呢，这是隶书的一个支派，啊，他不讲蚕头燕尾的。三多的老师于越与曲原就是写这个体儿，所以他呢也跟着写这个体儿，写的还是很成功的啊，有一种朴拙厚重的味道。这副对联拍卖行也是充分肯定，是吧？给的估价比较高。一个是呢，三多的名气大，有历史地位，有研究价值。另外呢，对联尺寸大，品相好，原装老表。另外呢，词句也好，对吧？内容非常好。我估计这是三多在溥仪登基的时候，或者是在哪个大总统上任的时候写的贺词，啊，您看不是国家元首，您使不了这个词儿。没错啊，所以啊，这个综合这几种条件，拍卖行给了一个不错的价钱，祝贺您，祝贺张先生。第一轮的宝物结束，现在是1-1啊，这个充分展示了二位的实力啊。好，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二组两件宝物，请看短片。藏家认为这是一件宋代建窑兔毫盏，高为8厘米，直径为11厘米，制作精良，胎体密质坚硬，金色的釉水自然垂流完毕，如兔子的毛发纤毫毕现，十分难得，保守估价50000元。藏家认为这是一件宋代的青白釉盘，直径约12厘米，釉面莹润，白中略带灰青，保存至今依旧完整，实属不易，预估价在20000元左右。同一年代的两件瓷器，究竟哪个是真的呢？第二组是两件瓷器，这两件瓷器来头都不小，两件都号称是宋代，一件号称是宋代建窑兔毫盏，一件号称是宋代青白釉盘。有请二位上前观察，来，有请。我们也请十位高参现在就做出选择，如果认为宋代建窑兔毫盏描述正确，选一；如果认为宋代青白釉盘描述正确，请选二。孙嘉欣，啊，你觉得谁的关键词写的比较好？那个兔吧。一号刘浩然，我写的兔的原因是我不看好它，所以我把它写在上面。釉光啊，包括造型，实际我感觉只是形似。王悦波，你选一位高参。我选二号。我选的是那个，这个，我觉得那个釉面很光滑，反倒这个白釉的这个就是做工很粗糙，很多坑，然后里面又没有，就是颜色不均匀，就有一点做旧的感觉。还有做旧的感觉。好，谢谢啊，这是两位的意见啊。其实我们不妨先认识一下宝主吧。我们欢迎来自河北的崔振全，来自浙江的傅先进，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宝主，大家好，专家老师好，主持人好，您好您好，崔振全先生您好，你好，您这个兔毫盏买的便宜吗？这个去年我在一个藏友转来的，就是在老家那边，对，老家那边，在人家家里看见的是吧？不是，都是玩这个的，觉得挺好，就是谁有什么都很清楚，对对对对对。花了多少钱呢？花了10000块钱。去年10000块钱人就给您了，今年能卖多少钱？您我估计能卖50000块钱吧。那人家不是吃亏了吗？哎，这个东西一眼看高一眼看低吧，对吧？在藏友之间这个不算事儿，是吧？对对对对，只要付完钱了，东西交换完了，马上涨20倍，跟他也没关系了。对对，那一定的。傅先生您好，我浙江台州的。台州啊，这是在台州收的吗？我是在小的拍卖公司拍的，这是网拍嘛，很多。哦，这网拍是吧？哦，那都看不见人啊。对对对。是多少钱拍得的？很便宜，很相当的便宜。200。200也没有。100。76。不是您那个拍卖会喊一口是加几块啊？我就拍一下，他就。
中标了，拍了一下。哦，就是一口就中标了。一口价差不多。起拍价是多少呀、啊？当时起拍价76。起拍价落锤，76元，然后包邮。包邮包邮啊，快递给送到家啊。那您怎么知道他是宋代的青白釉呢？那是那个商家介绍的。现在值多少钱？现在我也不能说的太少啊，2万块就差不多啊。2万啊？好，我们再来听两位高参的意见。来，啊，我们听一下7号的意见。宋代这个青白瓷这个，我感觉76买的反正挺便宜的，但是说这个东西它本身也不贵。因为它在当时是个实用器，因为它都是摞起来烧的嘛，然后都是那种量特别大，这个很一般的底层的老百姓用的，不是说这个有点身份、有家里有点钱的人用的。所以说这东西76算买个便宜，但是说它贵也不能贵哪儿去。来，5号，对比这个兔毫盏的和这个青白釉这个釉光的话，这个兔毫盏的釉光发贼，就是。它有点过于亮了，这个小盘子它是肯定是一定是以前使用器，所以它经过了岁月的那个洗礼的话，它表面的光泽是特别柔和的，一眼就看起来很舒服。好了，二位如果认为宋代建窑兔毫盏正确选一，如果认为宋代青白釉盘正确选二，请。啊，都选完了哈。选完了，N确定了吗？我们先来看10位高参之前的选择，请看。只有魏伟伟一个人选的是宋代兔毫盏，其他所有人选的都是青白釉盘。我们来看看两位明星的选择。孙嘉欣和魏伟伟意见一致。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杨敬荣先生宣布，这一组两件瓷器之中描述正确的是宋代76元包邮的青白釉盘。恭喜王野波加1分。那么这一件并不是宋代兔毫建盏，怎么描述它才合理呢？杨敬荣先生，请。这个历史上，这个建窑的茶盏啊，没有仿制品。仿制品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这个建窑的后来恢复这个古陶瓷生产。就是1979年以后，这个呢就是属于中档的仿品，仿的不是太到位，但是它的这个胎釉跟那个古代的完全一样。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叠这个修胎啊，有时候就是过于拘谨。古代时候虽然很规整，但是洒脱是吧？哎，也是非常洒脱的。嗯，你像这样的东西在潘帝儿那儿。可能也就是200-300块钱一个，啊，因为你要是老的这个东西，还现在可能市场上像你这个斗茶的茶盏，这么完整，10000可下不来啊，5万呢拿不下来，5万都下不来，那差不多得10来万啊。杨老师刚才说这个斗茶呀，啊，不是斗茶的味道，哦，哎，是。斗茶的形态，开水冲下去，起泡啊，这个泡沫要能持久，嘿，啊，这个好看，啊，您冲出来过寒山积雪，我是个春江放筏，泡沫下去以后，还有挂碗的痕迹，所以呢，它的这个碗一定要粗，它能挂碗，一定要颜色暗，它能够反衬出这个茶叶的图案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个是宋代文人特有的一种啊，这个风雅形式，啊，这个又叫做斗茶，又叫分茶，啊，陆放翁有诗嘛，白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
细分茶，就是说的这么一回事儿啊。好，谢谢，谢谢金老师，谢谢杨老师。傅先进先生太厉害了，76块钱包邮，弄一宋代的盘子。我这我要收藏了，不一定要说多少钱多少钱，就是我要心情高兴就是了。您觉得东西买对了就高兴？嗯，不过买大部分都不对的，差的很多。今天它值多少钱来着？我就自己心里估价两万块。两万，各位高三觉得特别合适的举个手。那个3号，您说一下两万有什么理由？宋代的确实宋代，它比较糙。如果你要换成胡田窑的，它这就贵了。你这个不是胡田窑的，所以价钱就比较便宜了。两万比较合理，是吧？比较合理，比较合理。来，我们听一下4号的意见，杜学义。典型的民用器，就是还是说落起来烧，为了增加产量嘛，就不讲究那么多了。要是烧得好，里头那个碗盘子底儿那里面的那一圈应该是有釉的，那种就要贵多了。这个相对便宜，应该我感觉也就3000左右吧。3000左右，贵了我反正不收。综合这个意见，孙嘉欣，你现在认为它值多少钱？我觉得在，肯定是在10000以内，我觉得。王雪波，你觉得呢？我能给77，76包邮。我别让先进大哥赔了就得了。他因为我这1块钱是垫钱，因为他从网上拿电脑买来的，我给1块钱垫钱。我都知道底价，我能拿。刚才那二位说拿2万，他76进的，我拿2万买，那能吗？这说出来也不好听啊。对呀，再说他都知道了，都交朋友就完了啊。大师，您觉得呢？值多少钱啊？我估计也在差不多3000左右。好，二位请输入你们认为这一件宋代青白釉盘合理的价格，请。好，我们先看王月波的出价。王月波的出价是1076元。我们来看一下孙嘉欣的出价是也没他说那么多。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2家拍卖公司和1家古玩城对这样的一件宋代青白釉盘给出的市场估价是5000元。孙嘉欣加一分，恭喜，加一分，加一分，加一分。那么为什么这个价格定5000？杨景荣先生，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请。什么原因啊？就是第一，它这个，是这个青白瓷里边啊比较糙的一种，它就是属于那种叠烧，它这么一个一个这么落着，它这装烧的多，在当时啊，这是成本低，这样的话你装烧量出来的多。所以你记住了，当时不值钱的东西粗的再往后传，它仍然没有什么升值的空间。好，谢谢你。好，谢谢啊。好，现在是2比2。一把汉代尺子测量出官员长的身高，过去那个是大概6寸，为一尺，对，和咱们这一尺算关羽呢2米出点头，这还靠谱，还靠谱。一件良渚锥形器让宝主与嘉宾产生激烈争执。我们说的鸡骨白是我们家里养的那些柴鸡，您这只能是野鸡。高古玉呢，第一个是褒奖，第二个呢沁。佛乐此素落入谁的囊中？情节跌宕起伏，宝物精彩纷呈，一锤定音，敬请关注。第3组2件宝物，请看短片。藏家认为这是一件汉代的尺子，是使用动物骨头磨制而成，表面还能够依稀看到当年丈量的刻度，斑斑驳驳的包浆是它最好的时代印记，简单的纹饰依然会让我们领略到千年前祖先的工艺水平。藏家认为这是一件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距今约4000多年，长为41厘米，四边方形，保存良好，其包浆已产生钙化，表面呈现冰裂纹形制，年代太过久远，历史价值重大，市场价值无法估量。
两件千年前的器物，哪件才是真的？欢迎各位回到一锤定音。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参与我们整个答题的进程。第三组两件啊，这两件的这个类型在我们节目里面都没有出现过，分别号称汉代骨齿，动物骨头做的齿，汉代骨齿和梁渚锥形兽面纹玉柱，有一件描述不靠谱，请二位上前观看。来，也请十位高参现在就做出选择，如果各位认为汉代骨齿描述正确选一，如果认为梁渚锥形兽面纹玉柱描述正确选二。请上两位堡主，来自山东的孔德义和来自北京的向崇业，欢迎二位。二位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二位好，二位大家好，好，主持人好，好，各位专家，老师们好，好，这个山东的孔德义先生，您好，你好，你好，今天带的这个叫骨齿，这个尺子啊，比以前。比现在尺子短，这个尺子就是我叔叔在莱州，甘肃莱州那地方啊，在一个古玩店里发现的。这个它是什么动物的骨头呢？这都不知道了，不知道，反正是骨头，是吧？上面有刻弓，比一般尺子短，上面刻的是龙人。那当时花了多少钱呢？贵倒不贵，这个花了好像是1000来块钱。1000来块钱啊？你觉得什么证据证明它是汉代的呢？张飞啊，关羽啊，这一说丈高八尺，头至尾一丈二，就说这个，我想说就是用这尺子量的，它也短，这一关羽，三国上写身高9尺5，9尺5啊，要按现代的尺算呢，麻烦了，3米多高，是啊，过去那个是大概6寸，为一尺，对，和咱们这一尺算，关羽呢2米出点头，这还。还靠谱，还靠谱，知道吧？哎，所以过去说，关云长《三国演义》上写着身高9尺5。哦，哎，你要这么说，我身高8尺差不多，我算是这。啊，您这个《水浒》上有您的身材写过。哎，《水浒》上哪位啊？武大郎。这杜两鹏有问题。他兄弟，他兄弟，武大郎他兄弟，我没说完呢。好的，这个就是您是从他这个。长度上判断，对，它符合汉代的度量衡，是吧？现在值多少钱？这个就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没价啊，没价，没价。谢谢您啊，北京的向崇业先生，您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这呢是梁渚文化的锥形器，那个年代呢大约在4000年以前，有4000年历史。您这个是什么时候到手的？这个是祖传的。奶奶给我的，我又不知道。奶奶给您的您觉得现在能值？这我不能哭价，我也不知道哭价。如果是对的，对的值多少钱？您觉得如果是对的，那价格比较高了。多少？让大家哭吧。好，看一下高参的关键词。来，五号孔太原是怎么回事？说是梁渚文化这个法器，因为它那个孔特别圆。如果它是一个使用器的话，它肯定在使用过程中会有磨损，那个孔道肯定不会跟完完全全就跟心钻过去的一样。魏伟伟小姐 ，R 是什么意思呀？我写的是尺。R， 我想表达尺是对的。哦。因为那个它那个做工，这种的话就是比较一眼看去就很久远的年代那种的东西。好，王月波，你选一位高参来。阿拉伯字这个。23.1厘米，来7号说一下你的看法。我认为这尺子是对的，因为在这个汉代的时候，它的一尺是咱们现在的厘米，换算成厘米就是23.1。然后我从这个距离看，这把尺子应该首先尺寸上是对的。好，来孙嘉兴选一高参。4号。4号。我说的是一般的人们动不动的买个高骨的玉，先提，哎呀，我这鸡骨白。我们说的鸡骨白是我们家里养的那些柴鸡，您这只能是野鸡，所以我写了个野鸡骨白，不靠谱。首先靠看那个高骨玉呢，第一个是包浆，第二个呢沁，它的沁呢在沁的里头有碎片掉下来，用放大镜看下来，它是反不出来的。再一个呢是什么呢？几千年的钙化的肉，它已经熟透了，是完全不一样的。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整个冰裂，
像年纪大的人皱纹似的，要是病人再中心的反不出来的。我们呢研究这个就是学习这个梁楚文化呢也有我的一定的道理，反正我说的这些那你们就随便怎么想，真就真，假就是假的，跑不了。接下来两位请做出这一轮的选择。我们先来看看之前十位高参的选择，请看。啊，我们来看看两位嘉宾的选择。没有人选梁主。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杨宝杰先生宣布，这一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正确的是。汉代古尺啊。各加一分，各加一分。这一件梁主锥形兽面纹玉柱描述不正确，它应该怎么描述呢？杨老师请。这个器型呢，梁楚有，商代也有，这个器型是比较古的，比较多，但是大小没那么大，非常小，也就这么大。装饰品吗？还是属于？应该是这类东西用处，大家伙确实现在就说，哎，没有一个就是肯定的用法。谢谢向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比如王悦波先生，刚才啊把这尺子拿起来，吧唧摔地上摔碎了，他得赔多少钱给你？王老师，给10万吧。好，他的心理目标是10万，这就问出来了，问出来了啊，10万。不是，应该是我说对不起，你说不客气。这东西不会太值钱啊，应该多少钱差不多？应该它是骨头的嘛，对不对？对，骨头的。骨头的那年头要都用它做尺子呢，这工艺也不是特别，应该很普遍。就说这就是家里边常用的东西。就是那时候是这种东西都是这样做。哎，对喽。啊。只不过就是它能够留下来了，啊而已。给个大几千的得了。大几千啊。啊。大几千。您还没问是什么骨头呢？什么骨头啊？万一是豹骨呢？长不了那么大个儿。恐龙骨呢？什么东西？什么恐龙骨？恐龙。哎，这10万我掏了，我掏了。值10万吗？值啊，值。十号说一下您的意见。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奇珍异兽的骨头吧？这只能是牛骨这么大的，我跟您说啊。我也觉得是。只能是牛骨，因为这么长的骨头，别的动物没有，羊都没有这么大的骨头。马骨啊，牛骨有可能啊，啊。一把尺子，我觉得也就是个10000块钱吧。上面有纹饰，有纹饰，贵就贵在纹饰上了。是什么纹？这叫龙纹，两面都是龙纹。这是龙骨。好了，两位，接下来输入你们认为这把汉代骨尺合理的价格，请。我没少给啊。我们来看一看王悦波出价，请看。6666。来看一看您的出价，来请看。王老师太抠。我总觉得这个应该挺值钱的。就是啊，他太抠了。这尺子要真是我摔的，你反正惨点，要他给你摔了，你能赔这么？不能不能，我不能摔，不会的。比我多给了整整多给6万块钱。没错啊。接下来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非常溜的拍卖公司和一家非常溜的古玩城，给这一件非常溜的汉代古尺给出的市场估价是没有任何估价值钱之处，零元，无价值，更接近的是王悦波。哟，怎么没价值呢？王悦波加一分。他无法用金钱估价，没有市场行情，什么原因？估价我呢？我们请教杨宝杰先生，请。这个就是度量衡嘛，我们就是查资料，应该是商代的尺子也很少见，一般是16公分左右就一尺，这个是汉代的，就是秦始皇统一之后，23公分，就是23.1、23.4这个左右。这类藏品呢，第一，大部分都是出土的。第二呢，存世量非常少，
第三，它这个对什么学术研究非常有意义。这个根据现在的文物法来讲，出土东西不让买卖啊，所以它拍卖行可能按这个，就是按这个，那我这算市场原则，就是零价格。这样的一件东西，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无法实现买卖，无法上拍，所以最后估出的是一个零元的价格呢，非常合理的。王悦波呢，他的出价呢更加接近于法律的合理。在这儿也提醒电视机前各位朋友，如果您家里呢有这种宝物呢，可不能拿到外边随便卖去。对 对, 对，捐了吧，触犯法律啊。嗯。目前许多人认为艺术品拍卖十分神秘，实际上是由于对其流程和要求不太了解所造成的。在拍卖文物艺术品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需要大家注意。其一，世界上大多数拍卖行都奉行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对拍卖的艺术品、古董及普通旧货不保证其品质，即不承担出现瑕疵的责任。通俗说，就是拍卖公司不承担拍品保真的义务。其二，许多物品不得拍卖，例如出土文物、出水文物、盗掘、走私的文物，或者历史上被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博物馆馆藏文物，还有一些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流通的文物。此外，还要与拍卖公司了解拍卖流程和上拍要求，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好，最后一组两件宝物，请看本片。藏家认为这是一件民国瓷版画，画片精美，人物绘制生动细致，色彩鲜明，有名家落款，釉质包浆自然，品相完好无缺，其框也为老表老框，是难得一见的民间精品。藏家认为这是一件明代漳州平和窑的红绿彩大碗，直径约25厘米，经过几百年岁月洗刷，它的色彩保留完整，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平和窑明初红绿彩瓷器。它尺寸硕大，色彩艳丽，年代特征明显，是一只不可多得的藏品。两件瓷器孰真孰假呢？第四组两件宝物分别号称民国瓷版画、明代红绿彩瓷碗，有一件描述不实，请二位上前观看，也请十位高参现在做出今天最后一轮的选择。好，二位刚才看完了，现在我们看一看各位高参的关键词。对，尤其这买不起的，这是买不起哪个呀？来，五号，你买不起哪个呀？我觉得这个大碗如果是真的话，没有几个人能买得起。哦，没有几个人买得起。对，这个应该是放在博物馆，就是可以放到故宫里的。我比较看好那个瓷版画，它那个细节还是能体现，构图什么的，题字都还不错。啊，有没有反驳他意见的哪位高参？一个都没有，这回又一边倒，又一边倒了啊！哎，我们认识一下两位宝主，我们欢迎来自广东的萧桂妹，来自北京的刘桂斌，欢迎二位。二位好，二位好，主持人好，哎，各位专家老师好，哎，各位来宾好，啊，萧桂妹女士您好，这个是我家长辈留下来的，这个应该是。那个王琦吧，因为我也不太王琦，王琦是吧？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啊！瓷板画，那要是王琦了不得了，就这一个吗？啊，有四块，是一套是吧？一套的，一套的。我们看这细节啊，它这个它钓的是一条什么鱼？您看出来了吗？哎，这个就得问我了，这个属于斑桂。是淡水鱼中比较名贵的一种，啊，这鱼主要生活在江西一带，是是，离景德镇很近。我祖籍是江西的。哎哎，你看见没有？祖传为什么呀？家里就在景德镇那儿不远，连瓷板带桂鱼都那边的，知道吧？好，您觉得这您这一套四个是吧？对对。能值多少钱现在？应该是
480万吧。480万，120万一个。再一个，我们来请教一下明代红绿彩瓷碗的主人刘桂斌先生，你好。哎，你好，主持人。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宝物的来历。啊，这个宝物啊，它是从国外来的，我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完了，我看着不错，我就说这个东西转让给我吧，5000块钱，我就把它收到手了。哪年的事儿？去年。那您朋友在国外花了多少钱？比这个低。啊，就不到5000。哎，对对对对，那个明代这个红绿彩碗呢，我个人认为啊，那个值钱的呢是景德镇的窑，窑口比较值钱。哦，因为这个窑口啊，它不是景德镇的窑口。这是什么窑口啊？漳州窑，福建漳州叫平和窑。我看资料是明代中期才开始烧这种碗，哎，这种碗就是出口瓷，都是这种碗，就是还是出口的。对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当时就是出口，对。哦，明代中期这个就是出口的产品。对对对，二位。请说说你们认为靠谱的这一件，如果认为瓷版画靠谱选一，认为红绿彩明代红绿彩碗正确选二。我们来看看十位高参之前的选择，请看，只有郭彤彤一个人喜欢吃面条，选的是大碗，所有人都选的是瓷版画。我们看看两位明星的选择，两位选择都是瓷板画，全场只有就你一人爱吃面。来，我们听一下七号，你现在，啊，你什么感受啊？你这个，我有点不喜欢吃面了。啊，突然一下恶心着了是吧？怎么就我一个人？就是啊，好了，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杨静荣先生宣布，最后一组两件瓷器之中描述正确的是。是明代红绿彩瓷碗。这一件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东西？杨静荣先生，请您为我们解答。这个王琦啊，确实这名头非常大，他报的那个价格啊，如果是真的，一点不为过。这4块瓷碗，大概按现在行情不好的时候，差不多一块也得将近200万，这4块得差不多800万。珠山八友的东西鉴定起来其实不是特别困难。王琦的作品在哪儿有真的？就是景德镇陶瓷馆，而且出过图录，你拿他那个对比一下，就他画的那个人物，还有他写的那个字体。别在网上跟那儿找那照片，我网上有时候故意弄的那就是假的。现在啊还有一种照相制版，然后它印上面的，就把那花纸贴上的，那个也很好鉴定。就是大家拿放大镜啊看一下，它印上去的，它有印的那个网纹。如果不是印的，是画的，大家就看一下画意。接下来我们要评估这一个明代红绿彩大碗的价格，也就是说到了赛点了，一提定胜负，没错啊。刘桂斌先生，以您的看法，现在这个碗值多少钱？那个这个碗有点毛病，那个哦，现在得说清楚了，有毛病。对对对，毕竟它口沿有修过，我个人估价10000多块钱吧。六号说一下你的看法。首先这是民窑。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可能只是就是文物价值或者是研究价值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嗯，所以我觉得值不了太多钱，而且是回流回来的。一般回流出去的瓷器呢不会特别的精美。啊，不是，您是说想说外销的瓷器一般不会精美？啊，对对对，啊，都不会特别精美。所以呢，我觉得不过10000吧，就是比如说8000左右啊，一定不过万。8000左右。好，来四号。老话说得好，瓷器毛了边不值半文钱，他要再修过。再动过，我感觉也就最多我给他5000块，多了我不出。哦，要是完整的，绝对可以给几万。嘿，二位，今天理论上的最后一题，请输入你们认为这一件明代红绿彩瓷碗合理的价值，请。我们先看王月波的吧。好，看看王月波先生在这一轮给出的价格是。
8765元。我们来看一看孙嘉欣最后一轮给出的价格是10555元。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对最后这么一件宝物叫做明代红绿彩瓷碗给出的市场估价是8000元，更接近的是王悦波。王悦波加一颗星，这样的一个价格是怎么出来的？我们也请教一下杨金荣先生，杨老师。8000呢，就是根据这个，第一，你刚才讲说这有点毛病，如果要是没毛病呢，这个价格得差不多到15000左右，也不是太高，因为毕竟啊，陶瓷啊，大家记住了，窑口特别重要。你像这个碗吧，当时就是找着窑口，一直找了多少年，后来找了这窑，在福建漳州的平和，主要销往的地区呢是什么？就是东南亚。这种碗呢，当时啊，你还不能给它做太好了，最适合这个当时的这个消费水平。好，谢谢大家，谢谢杨老师，谢谢。今天最终获胜的是王悦波，我们恭喜王悦波。我们也请上福建省陶瓷艺术大师郑建忠先生，有请颁奖嘉宾孙嘉欣。好，来，孙嘉欣为王悦波颁奖。啊，来来来，谢谢郑大师。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辛苦了，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感谢今天虽然没有一个人答对所有题目，但是非常努力的我们值得尊敬的10位高参，谢谢你们，谢谢。也感谢各位的收看，这里是一锤定音，我是朱毅，下周见。